种。对。那个封面上面提到瓜哥已经送他书了吗？他帮是是是，其实所有的节目来这个请，也不是说邀请，我们主动希望可以到所有的节目上面去打书。那宣传，所以呢，这个只要有机会的，我们一定都是会赠给主持人这样子。就还没有遇到瓜哥，就是还节目上还没有碰到的话就，就对啊，嗯。那过年呢？过年有特别度过吗？过年期间大家过自己的年，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过年。像这次过年的话，因为我爸那边是我们是外省家庭嘛，所以都在台北，然后吃了好几天。那其中有一天是。徐威老师回娘家，然后他就回自己家，他把他爸爸妈妈从苗栗都接上台北，然后在台北回娘家，这样子就过年都过得蛮开心的，还稍微有点胖，有没有？比起来有变胖。谢谢啊，谢谢这位诚实。那兄弟有觉得你变胖吗？啊？兄弟有觉得你变胖？那你要问他，你要问我。他有去你家拜年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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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他有去你家拜年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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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你有去他家拜年？没有，大家过自己的年。他有跟你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我也跟你说新年快乐啊，謝謝大家新年快乐啊，辛苦辛苦，昨哎、欸、今天元宵嘛，对不对？一路过到十五了，那大家辛苦了。您被拍嘛，那妈妈有什么意见吗？他最近在忙徐威英文的这个全国班主任大会，基本上没有再问我任何相关的事情，嗯，我不会跟他聊这个。那妈妈看到新闻，他也有被问，他有没有跟你complain说，哎呦，没有这件事情，我们。基本上他觉得就是没有我们没有聊这个事情，对啊，我们没有聊这个事情。那你有买书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要问他。那你有送他问的问题？好朋友会遇到他，或是他肯定知道啦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。嗯，没有送你过喽？没有，有没有初五跟家人过？啊，送他什么礼物？那如果可以有机会送他礼物的话，我可能会送他。城邦的读书券，那希望他会买张大成电商创业笔记这本书这样。